Gentlemen, Vengeance of Rain farewell ceremony will now commence. Vengeance of Rain, Vengeance of Rain. 借呢个机会同爸爸讲，讲霸王，打王凌月系一匹冠军，打王凌月。我觉得能够拥有爪王凌月非常非常荣幸。将我哋组织全面得好犀利，我相信呢只马亦都可以帮全香港嘅香港人。我觉得做一个强者咧，就系要挑战高峰，越强越强，想佢出下外，对住世界真正。一級的 This is wonderful. Dream come true. 我在這裡順帶多謝所有愛好和支持爪王凌月的朋友。 Vengeance of Rain, the world champion now wins it from Pride. 他肯定是我一生裡面最好的馬。大家好，我哋嘅香港各位馬迷相信咧都知道啦，咁啊就係啦，咁啊備受馬迷愛戴嘅馬王爪王凌月，見到現場都好多 fans 啊，特登咧都帶曬嚟。之後，我爸爸曾經同我講，爪王凌月會唔會一匹冠軍馬？我而家想借呢個機會同爸爸講，爪王凌月係一匹冠軍馬。我覺得自己將來都會騎到一匹好似爪王凌月咁犀利嘅馬。佢对我嚟讲真系意义重大。之后霍利士打电话俾我，记得嗰日系星期五下昼，我揸紧车出街。霍利士话爪王凌月已经唔得，要退役。唔好，我叫霍利士俾多个机会爪王凌月啊！喺纽西兰翻嚟之后，跳咗两次都未达到练马师要求，但系对我嚟讲，不如俾佢跳埋第三次啦。因为三系我嘅幸运号码，如果有好嘅走势，爪王凌月咪继续跑咯。如果唔得先退役啦，最后佢好似火箭咁跑翻嚟，可能会面对一个问题，就系佢会退役啦。但我哋都觉得即系冇乜所谓咯，最紧要爸爸留咗呢个礼物俾我哋咧，我哋要好好去珍惜佢咯，养翻佢咯。In fact， 我都已经谂咗长远噶啦，即系如果佢唔得嘅，我可唔可以翻嚟剑桥牧场度俾佢过世啊？咁样咯，即系呢啲嘢 plan 定晒嘅。竞唔竞赛？一回事咯，因為佢已經做咗有啲好 classical 嘅 win 咯，我覺得尤其是2005年嗰個巡迴錦標賽冠軍咧，我覺得已經好滿足，好滿足啦。所以佢退咗休或者佢跑得翻，對於我嚟講都冇乜所謂。得意嘅，我就問佢點啊，辛唔辛苦？好似好盡力喎，你係咪真係咁盡力先？我話最緊要自己舒服，唔好跑傷自己，因為你咧一定要錫自己啊，咁樣咯。佢會掹下你咯，即係你拿住條馬繩或者會，因為佢跑完之後都幾惡嘅，佢同平時就有少少唔同嘅，咁佢會聽咯，因為我會捉到埋咁樣同佢講咯，佢會聽咯。當然佢個表達方式我都唔係幾明白。我每次入馬房咧，爪王凌月都認得我嘅，我錫爪王凌月多過錫我啲仔。